雄，我们新捷运7:38开通之前的第一挑战摊位，作品是《光之穹顶》，为意大利水线大师制作的玻璃雕展。没有人管你，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高手监狱的高度可用啊，跨国的艺术品跨国的，所以说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捷运公司把这艺术品放在捷运站里面，透过自然日常生活啊，来感谢捷运，来到国外艺术品，慢慢就有艺术气息，有没有？像我本人就是这样，慢慢跟他们接触之后，就会有不同的想法，所以第二个原因就是高度可用的跨国艺术品。文化公文化差异，你看这里给他们看，而且主要是希望透过捷运系统这种的冰冰，大家姐姐捷运呢，觉得人挤人好挤哦，他们快看一下艺术品，这边空间很大，让大家心情可以稍微平复，觉得很开心，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看到，比如说你看这个国际艺术的这个大师的大作，所以相信各位会有不同的体验，那短短的20-30分钟的这个下来，是不是各位有一些问题哈？小弟这边可以来帮大家协助做解答，好不好？那大家一起做个交流，有没有说针对？不是说你要问我们高雄捷运的问题也可以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会请各位来帮大家做解答，好不好？我阿伯不会问别人问问题的，我好，来，大哥很开心吧？来，大哥这边请说。有这些艺术品，全部都是在国外制作好。好，这个问题非常好，在这种顶呢，这个安装很麻烦，没有错哦。我们光安装就花了半年以上的时间。这一些大家看到这样子一块如何？这样一大块，先在德国涂好之后，再运来台湾一片一片把它装起来，应该没有错吧？当天先把地基先把它装起来，第二个德国。先组起来，再运来台湾做大全部具体的组装。那至于造价呢？这个每个人都有，其实我也很想知道。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实际的造价。然后艺术起步价，我不想放这个观念。我大概也想知道，因为这个水线大师的作品都是在博物馆这边做呈现的。我想，千万应该有，3000万应该有。大家说是抱歉，实际的造价不是很了解。好，那还有其他问题？我觉得这个你们团队的非常努力啊，做得非常的不错，谢谢。我刚才看那个线路红线跟极线，是，那个也是太接近，是，我是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稍微分别一下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好的，谢谢，好。谢谢我们这位阿伯的意见哦。我们其实所有的东西因为高雄捷运都刚刚开始，需要大家来给我们建议。那我们会针对我们不好的地方再去做改进。像刚才我们这位大哥有提出来，我们就会去说，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调整？是不是可以再做一点不一样？当然可以，大家都觉得很方便。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亲身体验之后再告诉我们，各位使用过实际的想法。这是我们捷运公司。希望提供给各位不一样的做法哦，不要说反正捷运有人买坐就有人买坐，无人买坐就无人买坐。希望以后让大家觉得很方便，那就足够的。比如讲你上面大家桥都歹，桥都歹，那风吹日晒，干地安装么，然后都把它乱掉，这都会把纸都乱掉。做捷运卖出去，那就避免一下就到了。你买还开车还要找停车位呢，开车太干就艰苦。所以捷运系统需要各位大家的支持。那当然你的反馈意见我们都会列为之后改善的这个参考依据啦。好，谢谢。那还有哪一位来宾要帮我们提出一些意见指教的吗？